今天我们通过万德，然后查一下最近有召开股东大会的这个一些信息。因为我在其他的平台上很难找到，比如说我要找特定的，比如说广东地区的一些上市公司，最近有没有召开股东大会？因为在股东大会的时候，他的董事长包括一些公司的高管都会来，然后能够问到我想问的东西，对于很多上市公司会更容易了解他们一些。这个18年发生的事情和19年和公司未来的发展会，更加的直接的接触到他们公司的高层，所以说那个我很想去这个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很多的平台确实没有，所以说我今天就试着做一下啊，刚好有这个需要，今天我们用的是万德，这个首先在万德的里面，在公司公告下面的话选择订阅管理。然后我要的是股东大会信息，有一个一般的股东大会的公告呢，都会用到这个叫股东大会通知，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用的是股东大会通知，然后公告类型是全部，然后证券代码这个市场就是全部，也是全部。然后确定，然后在我的公告这个下面，哦，今天速度好快，这个就是今天就是5月29号，这里面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最近要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我们打开一个看看啊，这个叫海信电器，召开地点是。青海是什么什么？这就不是我需要的。有没有生意宝是吗？不是啊，万达电器，这个是深圳的。看啊，地址在哪里？哎，这里会议地点，宝安实验街道，奋达科技园。这个就是深圳的。这个里面有很多。注意看啊，里面有好多，怎么筛到？因为它里面公告的好多都是，比如说奋达信息，它是6月14号下午，就证明最近的这个至少半个月之内的一些这个公告里面都会有我需要的信息。然后我要的是广东地区的，好，这里面有一个导出列表，我导出多一点啊，导出500条，好，确定，然后。公司公告，这是一个保存。好，信息稍微多一点。嘿，这里出来了，它已经导出来了。好，然后呢？好，这里用一个。万德里面的一个这个应该是叫插件里面的函数，我现在要找的是它的地址啊，这个有一个注册地址，查找，然后票，这里是第 B 列的第二行，Excel 里面的函数啊，这里，B 列第二行，然后 S 下划线 info。下划线 address 这个是万德里面的一个函数，具体的不知道这个万德里面有这个帮助下面有这里面帮助手册函数里面有蛮细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要的信息呢就是办公地址，然后查找办公地址，然后也是 B2，然后我往下拉一下，好，这个是。注册地址，然后这个是办公地址，然后这个里面，然后开始，就是说选择里头包含广东省的条件，然后文件包含广东两个字就行，广东省吧，基本上都会有，然后用红色的把它填下来。这个好像还是不够，对吧？这个里面你看，注册地址和
办公地址有不一样的。你看这个，注册地址是在广东汕头，然后办公地址跑到北京去了，证明这公司可能被借壳过。一般情况下，默认都以办公地址为准，办公地址就是他真实的办公的地方。好，这个里面我们用到一个函数啊，之前我这是 Excel 里面的，就是打进来啊，就是找到这个对应的这一列里面，有没有包含某一个字符串？这里面我们要找的呢就是广东省，然后对应的列呢就是1、2列，如果它有找到呢，它就这里就会是有啊，然后如果找不到广东省这个字段呢，它就是无啊，这里是无啊，你看啊，再双击一下看，对应的就是这个1、2列，好，然后这里拉一下，哎，我们抽查一下，哎，发现有广东省的都是这里显示有，OK，这里把它数字化一下，就是不再有公式，是否在广东省啊？这个勤快一点，把这个表头写上去。哎，这边是否好？然后做一下排序，好，周围也排序了。然后把不要的我们去掉，还蛮多的，蛮多的。好，好，再按照时间排下去。数据，好，时间排一下，这是剩下的就需要人工来了。这个，到底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我试一下，我看有没有啊？这还真没试过。召开时间没有，万德没细到这种程度。股东大会，哦。股东大会召开日，我去，这也有啊。股东大会登记截止日，股东大会登记起始日，好牛啊！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今天我做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个东西，是不是有效的啊？股东大会截止日 B2，也没有数据，再来，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吧，这个总应该有吧，也没有。股东大会公告日，我要的不是公告日，我要的是召开日，召开日是 B2，为什么都没有啊？都没有，拉一下试试。哦，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有，有的没有，这个很奇怪啊，很奇怪，很奇怪，很奇怪。还有2006年的，这什么毛病这是？好的，我们不管了，就是。能做到这儿也够了，这个已经能让我节省很多时间了。然后剩下的就是从里面选择我喜欢的一些企业。这样吧，我们再稍微再细一点，因为我人在深圳，所以说我就优选深圳的吧，我好安排我自己的时间。然后 find 深圳，然后这里是 B2。不是 B2，不是 B2，不好意思，搞错了，这个是 E2。哦，这个坪山还有一家企业，坪山龙田街道，跟那个李邦仪器是在一起的。深圳那个坪山还是蛮多很好的企业的。是否在深圳？我对坪山现在印象还是蛮好。深圳确实有很多很好的企业。把它转置一下，然后排个序，这里
嗯，怎么不让拍啊？这第一个有怎么在这里了？再来一次，换一个排序。我看啊，这里是深圳的，我们把这个表头把它弄上来。好，OK 了，这个就是我需要找的。这个时间呢，从5月10号公布。我估计这个平山这应该是没有了，其他剩下那个都是在深圳，然后南山还是居多，我们就在南山居多。这些企业，国民技术这个应该是最近比较火的，偏芯片类的。这个到时候我看一下。好的，谢谢大家。最近还有一个那看到的新闻，就是如果茅台的股东参加茅台的股东会，可以平价买到茅台，这个也是这个促使我做这个东西的原因之一。谢谢大家，拜拜。